黎诺尔呢日就同太太一起出席慈善活动，提到早前拍摄的旅游节目就请了黄心颖做嘉宾，但是自从安心事件发生之后，就连女节目要换人重拍。听日就要出发啦，同阿杨明就去马来西亚重拍少少嘢啦。咁今次都是公司安排啦，冇办法的，因为始终个节目是用自己的名啦，希望是可以令到马来西亚各方面啦，亦都希望是香港方面啦，都是可以即系。很完美地完成啦，所以我哋要重拍少少啦。其實而家呢個時候，我覺得即係作為朋友唔應該煩住阿心穎啦。咁同埋大家都係大人啦，咁啊希望係佢即係可以休息多啲，大家都係俾啲空間佢啦。至於仔仔小春雞就啱啱到咗牙牙學語四圍走嘅時候，黎諾爾都刻意減產陪住仔仔啊。其實自從峰峰出世，我都好刻意去，又唔係話減產嘅，盡量選擇一啲適當嘅工作咯。即係以前就唔係，以前就係咩都做噶嘛。咁因為我好想佢即係佢成長嘅時間最得意嘅時間，我陪住佢啦。而家嘅譬如佢係學緊講嘢啦，即係所有嘢都係最得意嘅時間，所以我希望係真係可以陪到佢咯。